前途哦，一定要好好珍惜。你若无想要好感嘛，不要紧啊，我会甲你顾到死。当年发生的代志，我拢有看到，是孙丽芳甲你摔落楼梯的。即卖应该是你老娘后来救我才对啊。你真正拢看到啊？我看过，一清二楚。你这加害者，凭什么开条件？电话。你就是我的证人。三立台湾台最新八点档大戏《晚风 TV 石墨烯塑封运动裤》。夫人，出大事啊！我刚出车祸啊，我光在病。恁太太永远拢无可能是我的朋友，要唔过头家嘛是我的朋友。我无需要因为一个我无介意的人失去这个朋友。伊是你的后生，讲屁哟！你真是永恨不散嘞！你有感觉迄多人客怪怪呢？麻烦你先买单。我的嘴到几点，那是我的自由啊！你都袂当甲我赶，亲像这款哦，死鸡骗食骗啉的哦，我看侪啊，倒来继续讲。为今嘛开始，你就是我的征信社特派员，你去甲陈小春调查清楚，伊介意啥，讨厌啥，伊的兴趣是啥，伊平常时有啥物娱乐消息，我爱比伊嘛搁较了解伊。你是啥物名？我爱你是啥物名？是卖讲这个世界上无啥物一命赔一命的代志，就算有。去吃也没落我皇帝命，你不要嫁嫁，我来替你嫁。雷虎，雷虎，什么人？那人敢不是我高中的学妹，刚毕业。当年发生的代志我拢有看到，是孙雷虎把你摔落楼梯的。我刚才想要讲，把代志解决，无想要跟领导的人有任何的交叉。那呢，我就直接开条件。你这个加害者，凭什么开条件？电话。老板，你好，我叫做张若元，我跟恁新妇有真亲，真亲的。你我恋一冬，不敢叹两字永远，那是。期待